赛项目一，100公尺赛跑，马上开始第一项，100公尺，冲！每次运动会最重要的项目就是百公尺冲刺啊，这个百公尺呢，这个就一对一嘛，好不好？就胜负力见，好不好？但是排棒次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讲，女生3棒排前面，男生在后面，后面6棒。OK， 但我们两个是压轴。好，我们就万一前面实在是输在，我们就不用跑，我们就不用跑，画面也没有。谁说你们两个不用跑的？要跑要跑，还是得跑，运动这样精神。好，开始排棒。两两较劲的百公尺冲刺，成功的排棒顺序可以说是获胜的关键呢。可以乱喊啊，我们可以乱喊。那第一棒就小优好了啊。哎，他们第一棒是小优啊，被我听到了。那我们第一棒就恩熙雅好了。第一棒恩熙雅。好，什么？宝咖咖让他一只脚。好，小心一点。你确定呢？差距太大了。原先在换的时候，好像又换三了。干什么了？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你们心机很重耶！真的，我们在误会。你有没有看到？真的误会，真的误会。啊，小胖，你给我出来！安管，奇怪，金马奖规则可以破坏。那边我告诉你，这个狗头军师九孔在那边排棒子，我看他什么都不会，只会排棒子。我跟你讲，他怎么他只会打的一嘴好球，我跟你对，打到最后还不是都挂。队长，一定是他的。然后白云在旁边一直建议都没有用了，都没有听了，那只是做效。他们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田径队的。你是要赢的，我是输的。他们强的一定会放后面，你知道吗？来，白队过来，加油，白队过来，加油，过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我们这个胜利的棒子，来，这是胜利棒子，这是我们黄金的组合，对，好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完了啦，你们太棒了！安西亚对小优，哎呦，爱妃对咔咔，哇塞，你哇塞，哎呦，这么拼耶！哎，恭喜你啊！刚刚咔咔，前面对安铁，哎呦，下对白云，就是对孔，哎呦，完了，是绝对有洪胜德有拼，哇塞，这次有拼，真的有拼，哇塞，第三届大胆飞运动会。一个项目百公尺冲刺就这么精彩了，精彩可惜，千万不要转台啊！不要毁掉。预备。他已经出去刺杀了，他差一点呢。我们不是赢吗？不是啊。第二棒，第二棒。以后不要再去买那种山寨版的啦！体育课，1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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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-
棒棒，体育主播来了，体育主播来了，来了。这一棒如果输了，连续两棒都会中。各位，双主播下，双主播注意哦！来，蓝绿新闻，预备。下一棒牺牲的，他是纳豆，让一下。如果赢太多的话，就算赢两次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还用凹？可以这样吗？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这样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白云要用这种方法。如果你赢的话，我们算输你们三个了，好不好？但不要是这样子怕灌墙。不要不要，他们提供了这个非常优惠，但是我们不接受。对，要输。对，我要叫他们收费。对，快！我要你不是哦。还在这儿，就这样。我不要让我，我让你跑黄线，你没有再跑。真的。没有啊！你让太少了。啊，那真的我的错哈。你可不可以有点蠢的感觉？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是不是？我也认他一条黄线，怎么样？我看你跟陈晨算，陈晨第一次亮相，来加油！这个厉害了，好紧张哦。潘姐，放轻松一点啊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输的话，就退出康熙，退出全民最大奖了。叫我怎么放轻松啊？来。先压线，非常接近，非常接近，这到底是谁？潘天赢，压线，压线，好不好？爆冷门，不要这种镜头，不要再出现了，好不好？想象，好可怕，捂一下，可怕！你看他对手，看他的肚子没有？看他肚子没有？我害怕。好，来来来，准备准备，来加油，预备，加油，潘加油。这样离开我们，你挂掉了。几岁啊？你几岁？我几岁啊？这样搞，搞你不行，搞什么东西啊？我输掉也很难看呐。思怡，你不跟他说他不会跑吗？打断腿。鹏哥，3-3，你压力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压力超大，我已经在那边操练了一年。我跟你讲，你等着看好了。老爷晒太阳了，老爷晒太阳了。鹏哥。